今天我有个另外一个小舅子走我这儿来耍，正跟猪就赶来，好生的招待一下呢，开好荤。啥肉？你也小三陈老姐，你好。你朱老姐又擦鼻粉，又来擦嘴巴，甜的吗还是寒流啊？口有点独特感。不想跟他谈。洗一下子。哥，怕刚才男生我们怕被油，该几时晓得是要收拾我们了？就跟呢，芳姐，你晓得不？一天到黑去就是你的本性，天天吼吓我。看着嘛，喝着来我来干，俺直接弟弟你，弟弟来了不来弄上锅面。你是当欺负你了吗？那人才体验你的好噻。体验我的好，这卵不好吃的又来刮你们，一天到黑嘴巴又扯嘴。你刚才拍了没有？哪得拍嘛，又不能我拍的，滚开！哎，你不弄不嘛？你又不能弄？你是故意的哦！冤屈逼死！哎，那我吃逼死！走开的呀！我。你别敢放出来哈，听到没？我啥都没看到。你别人看到没？我不晓得。你敢放出来吗？放出来也遭打。你弄来噻，你弄。我弄不来，这是我弄来包吃的。男人，你弟弟来了，你不弄喊我弄，哪里有男人弄饭的嘛？你来嘛，你也弄哎，弄个你也弟弟吃噻。你晓得啥子哦？鸡鸡好不如鸡腹好，没听说过。是，还晓得鸡腹好。我这儿我给你打针干净点儿，我给你塞进，你也弄好。不用塞，弄困的，咱录着去，听没有？一天到黑就按那手机跟前心烂的看，哎呦，啥子韩国的欧巴，你真的是，我都不看女的，按那烂的看。我看帅，我看了哇，看脚。我不穿啊。二少爷，那儿脚我擦擦给你留到，你吃了好擦没人的脚。陈大姐，你快我扫货噻嘿，当真好好看了，帅哥没见到过，硬是天天牛奶没看不够。我比你好嘿。过十天。这两个柠檬合适。给你打起来，你来噻。小我骨头没事呀。你还敢打我？我跟你说，你是想家暴啊？你以为怕你啊？你就是咋个嘛？肉比我多的，哎呀，重量比我多的，出来就啥了嘛？咋个噻？我重量多死你。嘿，哎呀。有啥子用嘛用？还有就是饭比我吃的多的。今天晚上整个卤煮煮，放油。放冰糖。陈老姐，炒糖色我是认真的。你认真就好，别来炒。好了好了，别扶。开玩笑了，13岁的厨子，掺水。我就说你烧火烧不贵的嘛，硬是，还说我烧的，你看你记性嘛。又是你厨子不得行，你要怪烧火的。啊，火都没得，跟俺一样的，厨子手艺再好，炒得熟啊。我炒得熟，你炒得熟。首先来炒你炒得熟，来个三来，通通。料酒，老抽来点儿，改一下刀，那不是金刀子木薯。忙你是烧鸡啊，陈老姐。陈老姐，好喽。接下来交给你喽，快点你来弄。哎呀，黄爽爽的，巴适的很，简直炖泡喽。你要咋个弄？我烧一下。一天到黑真心是夕阳半截儿。就弄子那凉拌鸡嘛，好吃的很。哎呀，真不错。那你呢？好热，烫的也着着哈。爷爷，不要卖了。哎呀，不得。
好了，翻过身。嗯，还翻起了。好像开呀。别把手动嘛，靠近，靠几分钟。如果你看到的哈，上色了就要的喽。陈大姐要的龙是蹦啦蹦的，怪吓人的了。快点好吧，好冷啊，那儿烫到起我别了哈。哎呀呀，今天跟关关都烧的绯红。咦，咱老汉儿，好巴适哎！哎呀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好漂亮，你看陈大姐的手艺，关键还是我撸的好。嘿嘿。来点芝麻，葱葱，干成了，开饭！哎，整洁整洁整洁，开机。好久没看我们来了。哦，腌菜吃一天没有？要嘞。和龙君子的肉块，这一点是真的。哎呀，看到你说就很有食欲。上一下。咋整了？但是找不地方下手了嘛。耶。今天什么？我吃鸡嘎嘎。闷都闷到吹得很。我呀。在那儿海椒，哎呀呀，对嘛，想拿你去。那我不要皮子。哼。我给你们煎开。嗯。给大家。哎，这个锅巴很硬。来，我给你弄过去。灯泡灵光。哎，妈的，你的服用都满意，但是你这个剪子这剪的就不好哈。你看嘛，这个皮子烤过的，是脆的，吃起，对嘛？你搞哈嘛？嗯，蛮好闷人的，还可以。肉块。快，哎，下手，放手。下头吵吵你别吃，为什么？为啥子？还没姑娘来了吗？浪迹哇。别人家浪迹。你不要说这种事，弄打击我的嘛！你是每顿吃饭不打击我，你个逼！还几时叫人家说你呀？别说什么，明天又梅花上门了。嗯，来，快点擦擦，都是吃老五说吃的。下到快递车，我跟你说，反正明哥回来，我跟你说，哪有喜欢吃的东西没我们的份的了，叫你吃。